假如肖战粉丝爬墙被自己当场抓住，肖战会说累吗？爬累了就休息一会儿，休息好了想清楚了再考虑往哪边爬。你们会爬墙吗？有墙头吗？我倒要看看有没有人爬墙什么的。最近就是有很多好看的小姐姐小哥哥的盯着呢。表面上你可以找到更好的，去吧，不要回来了。实际上今天接受了采访，我要说你这个很奇葩的问题，说有粉丝爬墙你就很生气。我也不知道是该处理他们呢，还是处理那小鲜肉。我想问那个魏大勋，就魏爸打你，你拿的数字我都拍死了。人家有什么想问题，让人家问嘛，你要那么计较一下。所谓的那种爬墙的那种，那他可能今天爬我，明天爬别人，可能那后天没准爬，那怎么办？那我想爱他，我都来不及爱他。爬了很多了，我知道整天都有艾特我说你再不来谁谁谁就要把我抢走了，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，就是我觉得我很支持他们的，因为年轻嘛就是应该要多，我是觉得多谈恋爱其实挺好的，如果他们不谈恋爱那就多尝试一下喜欢各种不同的人了。关注圈教主，娱乐可以有温度。